那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英文和实用的单词啊，我们先很快的啊，把这个英文讲一下，再回过头来详细的解释还有例句。像黄鼠的游标嘛，cursor 啊，它不念 cursor，念 cursor。像窗帘呢啊，叫 curtain。啊，女人的屈膝礼啊，屈膝礼什么意思啊？就是女孩子嘛。现在比较少，以前中古时候啊，古代的时候，女孩子啊碰到大官啊，碰到皇帝啊，甚至碰到主人呐、啊、男人呐、啊，啊都会有一个膝盖屈一下啊，表示礼节，客气啊，而不是 curtsy 客气。那我们说坐垫嘛、椅垫嘛，各种软垫 cushion 啊 cushion 啊，大楼管理员嘛啊 custodian 或 caretaker 都可以的，custodian caretaker。啊，监护权嘛，啊，父母离婚了嘛，夫妻离婚了嘛，要争夺小孩子监护权嘛，custody，custody，啊，custody 也可以是拘留啊，短期拘留啊，custody。那海关呢，过关税就是 custom 啊，custom 也是风俗习惯。海关跟关税不一样啊，但是都可以用 custom 啊。我们说肉片啊，肉块可以用 cut，cut。啊，餐具组嘛，刀啊，叉子啊。汤匙啊，碗筷条羹这些，calorie，calorie，啊，走捷径嘛，啊，这有条路比较近一点，走，我们叫超捷径嘛，calor，calor，快艇呢，cutter，cutter，乌贼呀，墨鱼啊，catfish，catfish，啊，简历啊，CV，简历一般讲啊，resume 啊，这个是 resume 啊，法文是 resume，上面有一个撇号，这边没有打出来 resume。可是 resume 是一般的履历，可是简历更简单一点，叫 CV。网咖呢是 cyber cafe 啊，可以连起来，也可以分开写 cyber cafe。网络世界呢 cyber space。做一个周期啊，生命周期啊，或者一个循环，一个周期 cycle。圆柱体嘛，cylinder 啊，cylinder。我们说那个把，这个声音很尖啊，西藏那种把，symbol。啊，现在很多人无事不酸呐、啊，愤世嫉俗啊，什么东西他都有意见呐、啊，都要酸你一下，cynicism 啊，酸民嘛，愤世嫉俗的，什么都看不顺眼，cynic。大长狗啊。Dachshund，我们说匕首啊，短剑呐、啊、，dagger，dagger。啊，老师的讲台啊，啊，days playphone 啊，当 playphone 也可以当那个月台啊。啊，水坝垫啊，蒲公英 dandelion 啊，这些按字母来排啊。好，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还要看例句。滑鼠游标啊，游标 kisser 啊，kisser。A cursor is a small flashing light on a computer screen. Screen 是荧幕嘛。Screen 也可以是，那个叫什么？屏风啊，屏风给挡住啊，挡住东西，屏风，荧幕，它就过滤的，它本来是过滤的意思啊。啊，动词也可以当过滤啊，电视荧幕啦，啊，屏风啦，动词过滤这些意思啊，就是。一个滑鼠游标，这个小小的 flashing 就是会闪闪发亮的，或者一闪一灭的啊。你看有滑鼠嘛，就像这个啊，这个就是滑鼠游标嘛。当然有两个嘛，一个是我这边在动的啊，一个是它固定不动啊，它有两个。那我们一般滑鼠在都是了啊，两个都是啊，就是闪闪。你看这个有点 flashing，闪闪的一条直线嘛，一条直线啊。在电脑荧幕上滑鼠游标啊，当然它一直会变啊，位置按一下就变位置。然后 curtain 是窗帘啊，像百叶窗就 blind，BLIND 啊，百叶窗就用 blind，就是百叶窗一拉下来什么都看不到嘛。那窗帘呢，一般是布料啊，布料做的 curtain。There was no curtain at the window 啊，这个窗户啊没有窗帘。女人的屈膝礼啊
因为以前古代像英国嘛，欧洲女孩子穿长裙，啊，碰到贵族啊，碰到大官啊，碰到国王啊，这个膝盖往下弯一下。男人呢，就是单脚跪的，男人不双脚跪的。所以以前那个英国的大臣啊，去见乾隆，啊，不肯跪，乾隆说你要双膝跪地啊，啊，跟我大臣一样。结果英国大臣说不，我们见到国王也只单膝，就吵了半天了，客气。When she saw the king, she dropped a curtsy。当他看到国王 ，drop 就是往下嘛，往下掉嘛。那屈膝礼就是往下嘛，就往下膝那个屈膝礼。啊 ，couch 就软垫嘛，啊，垫坐垫，它就软垫了。The couch has three cushions， 这个沙发 couch 啊，就三个软垫。像我们打撞球的，英式的叫 snooker 啊，就雕球的意思啊，就大家打不到紫球。那花式撞球叫 pool，P-O-L， 像水池。那水池呢，岸边呢？啊，水池，你看那个撞球啊，它四边都是有一个高起来，要高个几公分啊，两公分、三公分这样，那叫 cushion， 叫台湾叫颗星啊，中国大陆叫岸边，好像一个岸边一样。那台湾是叫像软垫一样啊，它虽然蛮硬的啦，也叫那 cushion。大楼管理员呢 ，custodian， 像这个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现在叫 janitor。custodian 这个字就是罗马时代就管一个公共建筑的管理员 custodian， 现在 也用这个。那像一般简单的就 caretaker，care 就是你去关心嘛，这个就是执行一个什么东西嘛，拿下来嘛，你去关心大楼嘛，要管理大楼嘛，像简单讲 caretaker。比较程度好的就 custodian， 大楼管理员。Mr. Lin has been a custodian at our residential building for 10 years. Residential building 就集合就住宅了，住宅大楼啊。一个 building 是一个大楼嘛，一个住宅，一个建筑物嘛，通常大楼嘛。那 residential 是居住的嘛，居住可以用 reside， 动词 reside， reside。Has been 就是已经啊，它有两个意思啊。现在完全是有双重的意思啊。一般认为现在完成了嘛，完成了啊，它不止。所以 has been a custodian， 就它已经是大楼管理员啊。但是精确来讲还不是，就是它持续了，当持续已经就已经的意思。它持续的就从过去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啊，不包括未来。所以英文的过去完成式啊，就是过去到过去啊，比如说八年前到五年前啊，七年前到一年前，现在没有了，叫过去完成式，就一直第一个就一直持续，过去的时候一直持续，第二个就是现在完成式的已经啊，完成已经。那现在完成式就是过去的直到现在啊，从过去，因为完成式一定是从过去。到现在不包括未来，那未来完成从过去现在未来啊，就是林先生呢已经或者持续啊，已经当了啊，大楼管理员已经当了十年啊。There has been 后面的介系词有 for。Mr. Lin has been a custodian at our residential building for 10 years。所以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介系词大家有时候常常搞混了。你说他就是在一个地方可能会待一段时间啊，会在里面工作用 at。如果你是强调他人在什么东西里面，在一个空间里面用 in 啊。如果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可他在上面的部分可以用 on。如果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就在里面用 at。at， 你可以说人在那个场所或在里面工作用 at。在那个旁边用 by， 啊，这些意思啊。如果在那个上空，啊，不在这个建筑物的上面的部分，在它上方就 above。在那个建筑物在什么空间的下面，你没有在里面的下面，你在它下面，啊，叫 below。
custody 是监护权吧。She might lose custody of the children after the divorce, 在离婚之后。Divorce 是离婚嘛。原来意思是离开，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不只是离婚，现在一般是当离婚，也可以当就是跟你断绝关系。他离婚之后可能会丧失啊，失去啊，小孩子的监护权。然后所以英文啊，很强调单复数，一看就知道小孩子们就是，所以一个就 child 啊。那 custody 就是管束起来了，就在我的监护之下，在我的管束之下，在我眼皮子底下。所以他 custody 除了是监护权，也可以是拘留，但是短期，短期啊，不是把你锒铛入狱啊。判刑嘛，判刑可能关一年关两年关多久那就关起来了。拘留就是还没有判刑啊，先短期的拘留收押了，就是我们讲收押，但是还没有被判刑就 custody 就管束起来了。 Suspect is in custody now， 这个嫌疑犯现在被拘留啊，这个嫌疑犯嘛还没有判刑嘛，判刑以后就变犯人嘛，就变那个 prison 嘛。prison 呢就是被关起来的 ，prison 就监狱嘛 ，prison 加狱啊，就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就嫌疑犯，嫌疑犯就是警察抓了，认为你有嫌疑，可是呢，法官还没有判刑，这嫌疑犯现在 被收押，被拘留，准备法院来宣判。那 custom 本来是风俗习惯，但是很奇怪，他也可以当海关，也可以当关税。So I had to pay customs on this piece of jewelry. 这个啊，所以我们带那个珠宝啊、贵重物品啊、黄金啊、美钞啊、外币啊、值钱的东西啊，你不管坐飞机、坐船啊，你要申报，申报啊，就随行简单的带一下笔啊那些就不用啊。还有烟酒啊，烟酒比如一条一瓶超过的要申报。然后我这个 a piece 是一件。我这一件珠宝啊，如果是好几件，就 THESE 啊，加个 S， this pieces， 或者三件 three pieces， 就我这一件珠宝，我要不要付啊关税啊？这边就关税。cut 是切啊，也可以当名词，就切下来的东西啊，不管是肉片、肉块啊，取报 to cut 是 B， 他买了两块或者两片，但一般是买肉嘛。牛肉嘛，应该是块，那个叫两块牛肉。餐具组不是刀叉个别的，而是整个一套的，叫 cutlery。That company is not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stainless steel cutlery. Stainless steel 就是不锈钢，钢是 steel 啊 ，stain 就是不会生锈 ，stain 就是脏东西啊，斑斑点点的，没有。没有斑斑点点，就是不会生锈嘛，生锈也是斑斑点点嘛，比较粗糙。有不锈钢啊，不锈钢的餐具组，它很漂亮的啊。以前有的用银啊，银可以刺人的毒啊，现在也不用银了啊，银比较软嘛，用钢啊，钢很亮。这公司啊 ，Nodge 就很有名啊，以生产不锈钢的餐具组闻名。Color 就洁净，洁净。I was late for school, so I took a car up across the fields. Fields 是野外的空地啊，地啊，土地啊。A ground 是比较硬地，硬的地啊。那野外的、户外的场地叫 field。说田野调查嘛，田野在外面嘛。我已经上学啊，已经很晚了，已经迟到了，所以我就抄捷径了啊，越过这个。户外野外的这田地啊，抄近路啊，可是比较近，可是可能没有马路啊，有可能田埂啊，什么草地啊。School 除了是学校，也可以当一大群啊，比较大的、体积大的这个鱼啊，比如说一群金鱼、一群鲨鱼、一群海豚，大一点就 School。一群两群叫 two schools， 所以它主要是学校跟一群一群的鱼类。cutter 本来是 cutter 是切割的东西嘛，切割器啊，
切割的人呐、啊，也可以当会计。The Coast Guard is a member of judges 啊，这个海岸巡防队啊，专有名词啊，是大学有 a number 就有就是有 number 就是数目嘛，号码 ，a number 就是有一定数量的、啊、会计。所以洛杉矶 NBA 篮球队会计队开着啊，乌贼嘛，墨鱼都一样嘛。Cuttlefish 有个叫乌贼嘛，叫墨鱼。The Japanese like to eat cuttlefish raw 啊 ，raw 这边当副词用啊，本来是形容词啊，就是吃生的鱼啊。如果像那个 raw 摆在前面，就变形容词摆着，但是也不一定啊，也可以当形容词，这有一点讨厌了，就是说一般的副词放后面。可是有的形容词啊也放后面啊，这边应该是副词，它修饰啊，动词啊，但是如果是形容词，你把它修饰，就这个东西就讨厌了、啊。有的形容词摆在后面，那个很麻烦。那 Japanese 呢是单复数同形啊，所以有些字啊，它单数复数是一样的。那怎么分呢？你说那边有很多日本人啊，你就有复数。啊，那你把日本当过群体啊，就是单数叫单复数同形。那像这个 like 没有加 s 表示有些日本人，就很多日本人。你说日本人当做这个民族啊，就当单数啊，就是那些日本人吧、啊，很喜欢吃生的啊，生的这个墨鱼。啊，比较完整一点的履历叫 resume 啊，它有个撇号是没有打出来，但是没有撇号呢是当动词 resume 就继续。啊，很简单的履历嘛，就 CV 啊 ，send us a copy of your CV 啊，寄给我们一份吧、啊，简历这个简历的副本 ，cyber cafe 它念 cyber 不念 CV 啊，两个分开来也可以 cyber cafe，cyber cafe 一下 very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就是年轻人呐、啊，很流行啊，到网咖，价钱便宜嘛。啊，他网咖的电脑可能比自己的电脑好嘛？啊，电竞啊，电竞游戏啊，啊，电玩，啊，他的显示卡比较先进，还有咖啡也不贵嘛，而且一玩好五六个小时也没关系，没多少钱嘛，有人就在里面啊吃泡面啊，甚至睡在里面。Cyberspace 啊，这个也是叫复合字啊，这个 Cyber Cafe 跟 Cyberspace 叫复合字。叫 compound word， 就连在一起，两个字变成一个字，两个字变成一个字有几种情况，一个就这两个连起来，一个两个分开，啊，它还是当一个字，还有连起来的中间加一个短杠，还有就网络嘛 ，cyber 就是网络，就是 internet 的意思啊，另外一个写法 space 空间嘛 ，I like to roam in the cyberspace， roam 就是。到处浏览，到处闲逛，本来是到处浏览，这边走走，那边走走，而且我喜欢在网络世界里面瞎逛、闲逛，到处浏览，东看西看。Cycle 是周期啊，本来原型是 circle 跟 cycle 有点像，也就是一个循环嘛，一个圆形嘛，圆形啊，你画一个圆形，到最后又回到原点，就是一个周期或者一个循环。当循环也可以用 circulation 周期。The first seasons of year make one cycle 啊，原型是 cycle， 周期或循环是 cycle。啊、cycle 也可以当那个，它是原型嘛，也可以当脚踏车。当脚踏车是两个轮呐、啊，跟它也可以当脚踏车。这四季啊，四个季节 ，season 的季节嘛 ，season 动词也可以当腌制啊，腌制食品。也可以当加 ed 以后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就腌制过的很多过去分词啊，加 ed 它就不再是动词而是变形容词，很多加 ng 啊也不再是现在式而变分词啊，变形容词用或者名词用，四季啊，一年的四季啊变成这是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循环啊，因为地轴嘛啊，这个虚拟的地轴嘛，有一个角度嘛，像23.5度嘛，23.24度那样的，就造成了四季。
cylinder 是圆柱体 ，piston volume 就是 cylinder， 这个圆柱体的体积或者容量 ，volume 就是体积容量。那 volume 很多意思，也可以当音量，声音的大小音量，也可以当书的一册一册，一卷一卷一卷，这样很多意思，这边是容积体积。symbol 跟那个 symbol 就是象征啊，是发音一样。symbol 就把两片啊，你看很多电影里面，什么这个西藏的喇嘛啊，这个帽子戴尖尖的，有那个把啊，微小帽里面那个声音很清脆，哐当一声。They play the symbols in the local orchestra. Orchestra 就是管弦乐队啊，他在一个地方的管弦乐队里面啊。这个弹奏乐器啊，把它是用两只手啊，砰一声，像两个蚌壳啊，那个背一样。啊，现在很流行嘛，无事不酸，酸民嘛，所以你看社交平台，像雅虎新闻、中央新闻，有人说好好啊，棒啊，赞美；有人说啊，什么东西嘛，胡说八道；有的人就无事不酸，愤世嫉俗啊，看什么都不顺眼，无事不酸 ，cynicism 很酸的、啊。Cynicism is what we don't need. 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这种无事不酸、愤世嫉俗，不需要。有些人就是不会赞美人家，他什么都要骂，他什么都要嘲讽一下。Cynic 啊，就酸民，看起来像形容词，它是名词。愤世嫉俗的人或酸民。John has become a cynic after he lost his job. 当他失去工作啊，被炒鱿鱼以后啊，生活不顺了啊。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很多酸民嘛，我们叫键盘侠嘛，躲在键盘后面嘛，可能搞不好失业啊，没有工作，或者薪水很低啊，边缘人啊，低端人口啊，就是一个键盘啊，会打字啊，哇，看到什么都不爽，因为生活不顺嘛，他不顺就看什么都不爽。Dachshund 啊，腊肠狗，它是德文过来。A Dachshund is a long body driven years in very short.Leg 啊，这打错字是脚啊。腊肠狗啊，它有很长的身体，还有就 dropping 就垂下来，垂下耳朵嘛。你看腊肠狗耳朵垂下来啊，蛮大，比例蛮大，然后腿很短，腊肠狗啊，匕首啊，短剑摘的，荆轲刺秦王嘛，匕首嘛，短剑嘛，匕首就短剑嘛。She plunged the dagger into her own heart. Plunge 就是往下沉。啊，你说跳水或者飞机俯冲啊 ，plunge， 那就往下嘛，就刺，也可以当刺啊，啊，他就是把一个短剑往下刺啊，刺进他自己的心脏就自杀。啊，讲台嘛，老师的讲台嘛 ，these were platform。那除了是讲台，也可以是高台啊，也不一定是老师上课讲台，有时候去演讲啊，那也是讲台嘛。那 platform 除了是讲台，也可以当月台，因为月台通常有点高度嘛，凸出来往上有点高度嘛，也可以当火车站的月台，也可以当挡杆，有一个挡的，它有一个证件啊，挡杆。Everyone on the days rose and applauded when the speaker finished speech， 当这演讲者 speaker 的讲话者，常常当演说的结束他的演说。Speech 是比较正式的谈话，比较演讲。结束演讲的时候，这个台上啊，台上有很多嘛，有很多有地位的嘛，旁观者啊，那个台下就观众嘛，听众。那台上就有一些要参加的一些达官贵人嘛，就站起来起立啊。他这个不是玫瑰啊，玫瑰是名词 ，rise 啊，这边是动词，它的原形动词 rise 啊，它的过去式。那过去分词啊是。R-I-S-E of reason 起立鼓掌 applaud 的鼓掌 Dam 就是水坝 The Aswan Dam in Egypt holds back the Nile 就是尼罗河嘛尼罗河有一个阿斯旺水库嘛有专有名词嘛就大小 Aswan Dam 埃及的阿斯旺水库啊 holds back 就是往后就是抑制阻挡啊，阻挡尼罗河水泛滥啊 ，hold back 就不让它过来。Dandelion 是蒲公英啊 ，A dandelion has bright yellow flowers 啊，蒲公英啊，一个蒲公英
所以我们在讲啊，狮子、老虎啊、蒲公英啊，你可以用单数，也可以用直接用复数。所以你说 Argentine Lion 是蒲公英这种植物，或者 Tigers 啊，就是老虎这种动物。那如果你不用 A 啊，不用 A， 直接加 S， 就是所有的蒲公英或所有的老虎、狮子啊，这样。所以一个就是一个嘛，但是不是一个蒲公英这种，蒲公英这一种的植物啊，如果加 S 就是所有的蒲公英啊，要加 S 都有 red 就是很鲜明的、明亮的黄色的花朵啊，因为它有很多花朵，所以加 S 啊，这几个